我们一起玩，我们是大量外星人，精灵调皮可爱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玩，今天又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我们都来自外太空，喜欢淘气，让大家乐在其中，来些爱笑，两个却很胆小，拍起拽拽向前冲，回来回来好爽的朱古力，沉默冷酷的寒风，酷可爱捣蛋的钢棍，开心满最快乐轻松一起成长，互相包容一起成长，我们的相遇就是命运的安排，通过神奇硬币见的世界多么光怪陆离，听我跟你讲，我是外星人看过来，地球人地球人看过来，外星人地球人一起来，队长泰奇，怎么看我都画得完美无缺，我是宇宙最强的英雄霹雳老虎，泰奇，你干的好事！哎，朱古力，你长胡子啦！闭嘴！我看不见路，看来是世界末日了。这家伙躲到哪里去了？敢对我的脸下手！我还真是可笑。啊！泰奇，公开通缉！怎么弄都弄不掉啊，到底是用什么毒的泰奇，小心被我抓住，今天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一大早的怎么这么吵吵闹闹的，你们的脸都怎么了，挺不错的嘛。反正我要出去一下，都别闯祸，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哎呀，看来我是闯了大祸了，就这么回去的话，我可是死路一条啊。怎么弄不掉呢，哎呀真烦人啊。怎么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呢，今天要被哪个家伙让我开心开心呢。欢迎光临，快来留下您美好的回忆吧。怎么回事，什么都没有出来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，竟敢。快看这里，这里。哪儿？这里。在那儿。难道是这里吗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开始拍照啦！美丽的您，请取走照片吧。这是什么？贴纸！哦，看来今天咱们是胜券在握呀！走。出动，咱们一起去收拾蛋蛋星人们。贴纸。
长辈儿。哎，就看你的了，今天一定要帮我取胜啊！天旨，天旨！好样的！港官那家伙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节骨眼本来应该出去作战的呀。那该不会一辈子都得这副样子活着吧？那你也比我强多了。不行不行，不会的不会的，我要我的脸。哎呀！钢棒来了，钢棒来了！偏偏这个时候来。被你们发现了，真是卑鄙！笑得我肚子疼啊，笑死我了！看你们几个那副熊样，难道是小丑表演团吗？吵死了，放马过来吧！哎呦，今天还想不穿爆丸机甲就打，那可是求之不得呀！天职，天职！妈呀！什么时候召唤了爆丸机甲呀？时间刚刚好。当然是我召唤的。爆丸机甲，我的爆丸机甲呢？什么？完了。难道不该让那些家伙在我面前下个跪什么的吗？给我摔倒，再给我摔一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看样子咱们像是被钢棒当木偶操控了。哇！既然这样，就你了。你就是你，旁边那个章鱼脑袋，打他一下，试一试。兰博，我呀我，来，朱古力在那边。干嘛打我呀？钢棒儿，你这家伙！停止！你想干嘛？你给我跪下！举起双手！钢棒儿，你！天哪！世上竟有这种好事！终于，终于，胜利的曙光在望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天职冷静点，朱古力，我可是来救你们的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条件？你想说什么？要是我救你们，涂鸦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。OK？ 那可不行啊！好吧，我答应你，全看你的表现了。我说，那你还不赶快想想办法？都给我住嘴！都给我去攻击这个家伙！慢着，丑八怪，你继续跪着受罚！气死我了！我可不是什么丑八怪！小便伙伴拳法！橘子洞口不动手啊！那
没想到我也能遇上这样的好事儿。对不起，太极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干什么？不是打我，是叫你去捉住他。哎呦！韩风，韩风，抱歉，天池。等等等等！做哥们儿的部下会不会很好呢？真好奇。放心，我会好好对待你们的。坚持，坚持！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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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天池，天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眼睛进了灰尘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既然如此，打！自由！天池，天池！只要能守护正义，不过我们要一直这么生活下去吗？不不不，只要能守护了正义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看起来是不是更酷了？是错觉。到底是谁干的？你再这么干了，毛孩怪兽，别这样啊！我也要，别这样，毛孩怪兽。